我们之前有讲过那个起那个舍利塔嘛，他说纵横有没有？然后纵广多少多少由旬，500由旬，然后高1000由旬。那这由旬呢，大概我有两种讲法，所以我把那个最小的跟那个最大的讲清楚。有人说8公里，有人说13公里啊，不管啦、啊，你就大概想象就在这个空间里面，我们取个中间的话，大概10公里，就1万公尺高啊，一个由旬啊。一个游行，他说这个公牛挂着那个轭走一天的，你说牛走很慢啊，所以牛那是8公里还是3公里？那我也看过一个定义，是说一个军队啊，一个军队一行军一天的距离，好，那牛跟军队大概差不多哈，啊，